经爆会面，淑仪仔仔严志伟 ，shut up， 我眼睇得志伟啊？点会啊？揾佢嚟同你宣传大富翁咩？寻日红馆收记招嚟撑你嗰个系校长啊！谂下先， yeah. 但话题都系离唔开，全同你已经有个十岁仔仔嘅智慧咯。因为曾志伟周围饮咗酒之后咧，周围攞张相出嚟话，攞你细路哥张相出嚟话，唔系我噶，系嘛？坏佢，坏佢噶。吓？坏佢？坏似唔似佢啊？吓？智慧酒后吐真言，不过 Shelly 仔仔唔多中意咯。我话啲记者哥哥咧、姐姐咧话佢系你爹哋啊，佢话。Shut up! Shelly 仲话仔仔喺之前日本赈灾活动见过智慧噶，仲对智慧好有印象添。不过做爸爸啦，仔仔就唔多 like 啦。